地藏菩萨本愿经，向在路向早日法界梦昏，诸佛海会摄妖魂，随处皆相魂，心地红昏，诸佛现转身。那无向昏界菩萨摩诃萨，那无向昏界菩萨摩诃萨，那无向昏界菩萨摩诃萨。觉顶菩萨记，华严第四会夜摩天宫无量菩萨来集，率即赞佛。尼时觉顶菩萨身佛为力，遍观十方，离说常言。譬如工为师，分布诸彩色，希望出异象，大众无差别，大众中无色，色中无大众，亦不离大众，离有色可得，心中无彩味，彩味中无心，莲不离无心，有彩味可得，彼心行不住，无量难思议，示现一切色，各各不相敌。譬如甘为师，不能敌住心，离有心果位，诸法性如是。心如甘为师，念为诸世间，我闻色众生，不法离不着，如心佛也念，如佛众生念，应知佛无心，体性皆无尽。若临知心行，普照诸世间，是人即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不足心，心亦不足心，离人作佛事，自在离境有。若人若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作。三，其修本莲净心地，无尽佛种大诸尊，南方世界中香魂，香雾花魂及花雾，波雾波魂无所种，为雄为水遍庄严，天人闻佛是何因？复言地藏菩萨记，三世如来当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宿舍现因缘，清扬地藏真功德。诸因即现，世救众生。手中金石，展开地界之门。掌上明珠，功德大千世界，智慧严厉，吉祥云中，为阎浮提苦众生，作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圣大主，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逼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观想，
桃李天宫神通品第一，如是五门，一时佛在桃李天，为妙说法，你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令吾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广众众生，知苦乐法，各遣使者，闻信世尊，时时如来含笑，奉一千万亿大光明魂，所谓大圆满光明魂，大慈悲光明魂，大智慧光明魂，大法智光明魂，大三昧光明魂，大吉祥光明魂，大福德光明魂，大功德光明魂，大皈依光明魂，大赞叹光明魂，奉如是等不可说光明魂意，游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但波罗蜜音、悉波罗蜜音、禅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降波罗蜜音、不遮波罗蜜音、诸比音、悉舍音、戒律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殊诸好音、大殊诸好音、分类音、大分类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意，三途世界及他方国土，由无量亿天龙鬼神，亦直教菩提天宫，所谓四天王天、菩提天、殊阎摩天、道术道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幻众天、幻孤天、大幻天、孝公天、无量公天、公阴天、孝敬天、无量敬天、偏敬天、福行天、福爱天、功高天、无相天、无烦天、无念天、显见天、显现天、摄究竟天、摩诃修罗天，乃至非相非非相处天，一切天众、量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三途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极神、妙伽神、吊神、夜神、空神、天神、阴时神、初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三途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魔鬼王、胆怯鬼王、胆精气鬼王、胆太乱鬼王、行变鬼王、业毒鬼王、诸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你是释迦牟尼佛，各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入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出世界他世界，出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道理天讲，入地所有文殊师利便复言：世尊，若以我心力，千劫七度
不能得知。不过文殊师利，我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九观劫来，依道、动道、离道，依成就、动成就、离成就。文殊师利便复言：世尊，我以过去久修习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相告成文，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悉数经受，未免幸福。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以令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竹微尘，一物一数，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之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结尘数尽称为劫。地藏菩萨证实地果位以来，千百都有上路，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文殊师利，除菩萨微尘世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利，或赞叹，或赞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绘刻录、速擦形象，是人当地必犯，生有三十三天，应不对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有过去九万不可说、不可说劫情，身为大中家主，时时有佛，何法施主本性，故作万行如来。时中家主见佛上好，千佛庄严，因闻彼佛作何行愿，立得初相。时施主本性，故作万行如来，故中家主欲证初心，当思九万，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时中家主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世，不可计劫，非是罪苦六道众生，功舍奉献，尽令海脱，令我自心奉行佛道，于是有彼佛情，立殊大愿。如今一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相为菩萨，犹有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时有佛，何况觉华殿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上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摄佛亲佛众所钦敬，行诸自我，诸天为佛，奇妙信侠，相亲三宝，时时信入光显方便，款有奇妙，令心境界，离处如妙，离转生事，不救命中，分神对在无间地狱。时婆罗门女知妙在世，不信因果，皆当罪业，必先恶处，水脉加铁，供求融化，结诸强固，有仙骨塔丝，大兴玉玉，见
甲华殿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时中，说话威容，端严笔笔，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背身敬仰，思诸良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表死后，当来问佛，必知处所，使婆罗门女随喜良久，瞻鸾如来，佛门空中现化，乞食信女，物至彼岸，我今是如表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离别空观，是何心结？宽我犹如，我自失表以来，昼夜一乱，无处可闻，地表仙界，使空中幽声，再无入外。我是汝所讲内讲，过去甲华殿自在王如来，见汝一秒，别无相情，众生之魂，故来故事。婆罗门女闻此声意，孤身自破，机劫皆损，左右无持，良久恒疏，离别空外，愿佛自悯，速说五秒仙界。我今身心将死不救，使甲华殿自在王如来，各现如愿。汝重用笔，但扎般写，端坐思维，摩诘名号，即当地庙所生去处。时婆罗门女心内不异，即归其下，以一庙国端坐念甲华殿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复见自心。到一海边，积水拥佛，道诸恶行，尽复替身，飞走海上，东西地狱，见诸男子女人，一千万数，出没海中，地诸恶兽，尽处食啖，又见野车，畸形各异，吃刀手。刀眼、刀脚、刀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逐罪人，尸棍恶兽，伏诸不剑，头足上焦，畸形万类，不敢救世。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故，丢一归王。明白无毒，携手来迎，别姓如佛，现在菩萨，何言来处？使婆罗门女问归王佛，处是何处？无毒答佛，处是大智慧山，西面第一顶海。姓如问佛，我闻智慧之来，地甲在中是属四象，无毒得法是有地甲。圣如问法，我今云何得教乐所？无毒得法，若非微神即属业力，非此离事将不能度。圣如又问，此水何言？而乃永佛，多诸罪人极易恶行，无毒答佛，处是阎浮提诸恶众生心术之者，经四十九年后，不能计数，为作功德，救拔苦难，生死犹无善因，同故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堕出海，海中十万游船，
悠悠一海，饥渴未处；比海之东，悠悠一海，饥渴复未。三业恶因自所招感，江河入海，基础事业。信物又问鬼王无毒物，地界何在？无毒物怪，三海之内是大地界，基数必迁，各国差别，所以大只，故有十八，处有五百，可得无量，处有千百，亦无量好。信路又问大鬼王曰：“故庙素来弥久，不知分神动至何处？”鬼王问信路曰：“菩萨之庙，在生是何行业？”信路答曰：“我庙下见积灰杂布，涉及将士，选又不及，素水而浅。”未知深处，无毒问曰：“菩萨之庙，性善何等？”性如答曰：“我乎我庙，故婆罗门教，夫何悉罗显现？吾何亦得离？”无毒合掌，乞菩萨曰：“愿信者，却还本处，无智。”有一必然，亦得你坠入升天以来，经今三日，闻圣孝顺之主，为了释降受福，布施及华定住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庙，得脱地界，应是无间罪人，初日悉得受乐。”故当圣起，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心如忘归，我出世意，便有觉华定住在王如来塔上之情，立弘誓愿，愿我今日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功德方便，速令海脱。不过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在修菩萨时，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时。分心即回品第二，你是一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计，不可量，不可算。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界处，分身地藏菩萨，故来即在脱离天宫，以如来心力故，各异方面，无诸的海法，将业道出家，亦各有千万亿，哪有他所，众持莲花。来降拥佛，彼诸东来顶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因不退转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生九缘劫来流浪生死，欲多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功大慈悲，亲世观故，各显高洁，意志脱离，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暇接。你是世尊，是金色辈，摩一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计，不可量，不可算。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离足誓言：我有五浊恶世，
教化如是公众众生，令心调伏，下邪归正，失有一离，上恶失在，五逆分身，千百亿功德方便，亦有离君文质信修，亦有善果坤坑成就，亦有暗遁九化红归，亦有业障不生见乐，如是颠沛众生，各国差别，分身独法，亦现男诸心，亦现女人心，亦现天良心，亦现神鬼心，亦现山林川源，河堤泉井，离极无林，世界独法，亦现天地心，亦现梵王心，亦现转轮王心，亦现基础心，亦现国王心，亦现灾夫心，亦现官俗心，亦现 BQ BQ 尼，优波舍优波依心，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精神，离依化道，非但佛心独现其前，入观我累劫困苦度法如是经，难化功强罪苦众生，只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对恶处受大苦时，汝当忆念我在脱离天宫，温困富足，令沙河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数害怕，应离诸苦，无佛受记。你是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降伏一行，涕泪哀鸾，别记佛言：我将金冠劫来，望佛接引，殊现不可思议实力，故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一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一千万亿心，每一心度一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应离生死，自得欢乐。但有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摩一滴，一沙一尘，亦何法故？我将度脱，殊胜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奴。如是三别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奴。于是佛赞地藏菩萨言：现在现在，我作汝意，汝令成就，救冤劫来，发弘誓愿，功德足彼，即证菩提。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尼时佛庙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信者，严古众生自业差别，所受报应，其殊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至国土，亦有地界，亦无地界，
血有如人，血无如人，血有佛法，血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界罪报一劫，摩耶夫人众别菩萨，请愿闻吾阎浮罪报所感恶处。地藏答言：信妙，唯愿听受。我初说之。佛妙必言：愿信者说。你是地藏菩萨，必信无言，南阎浮提罪报明何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至杀害，当对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心血，诽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对有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轻损上主，玷污净泥，亦徛南来诸行淫欲，亦杀亦害，如是顶辈，当对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为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相助，其功立义，违背戒律，种种作恶，如是顶辈，当对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相助财物、国力、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物处者，当对无间地界千万亿劫救出无期。地藏别言：信妙，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对果无间地界究竟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众别地藏菩萨言：君何名为无间地界？地藏别言：信妙，自有地界在大体为山之内，其大地界有一十八所，处有五百，名号各别，处有千百，名利亦别，无间达者，其达城就在八万外里，其城顺体管一万里，城上黑柱少有空缺，其立城中诸立上言，名号各别，独有一家名唤无间，其甲就在万八千里，甲城管一千里，设是体为上下贴下，下下贴上，体下体高，土下地脚甲墙之上，东西地走，甲中有虫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心，遍布满虫，千万人受罪，敌国自见心愿创伤，众业所感，血报如是，有诸罪人必受疾苦，千百夜车极易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伏弹鸟，拖一罪人，复有夜车即大体劫，中罪人心，亦中
口鼻血中腹背头空患者血滴创伤，腹有涕鹰淡坠林木，腹有涕蛇加坠林剑，鼻肌接来舌下长钉，白色金雷抽长速斩，阴胆灌口，烈体电心，万数千星也敢无事，动静一劫救出无疑，初界坏时寄生他界，他界处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颠转相继，初界成效反复而来，无间罪步，积思如是，又五事业感，故称无间。何等为我？一者，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间转，故称无间。二者，一年亦满，多年亦满，故称无间。三者，罪气车帮，阴邪龙天，对无故错，错毒互通，替梦替醒，替如替背，千劫落手，烈替交心，鸡吞替泥，卡林替甲，中年境界所拉由他，苦楚相连，竟无间断，故称无间。是者，不闻男子女人强恶易德，老幼贵贱，血良血神，血天血鬼，罪行业感，失当受持，故称无间。故者，若对初恶，从初入时至必千劫，一日一夜，万世万生，究一两间将住不得，除非一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别信无言，无间地界初说如是，若公说地界罪气顶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求有合掌顶礼而退。阎浮众生业觉品第四。那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别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国，遍一千万亿世界，分示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国，则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护佑，自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虔诚度脱，威严世尊，愿不忧虑。你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利害法界，性色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静定劫，迷失众难，如喜游梦，终是中流，脱离掌出，又复作梦，已是顶背，我当游念，如既必是往愿，
累劫当世，功道最背，五福何如？说是无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别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温存赞叹，唯愿世尊略地说之。尼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量之，我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尼时有佛，何一切地成就如来应觉正遍地明行足善事世间间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几乎寿命六万劫，未出家时为小国王，有一名国王为友，当行实现了业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做众恶，帝王义结，功业方便，一往不愿扎行佛道，东道西北，令数无无。一往不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自菩提，我将未完成佛。佛告定住在王菩萨：一往不愿扎行佛像，即一切地成就如来时，一往不愿应度罪苦众生，未完成佛像，即地藏菩萨时，复有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又复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几乎寿命四十劫，上佛之中，由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此教化，无一如林，利获功德，实实供养罗汉文字，欲愿何等？功德达言，我以妙王之力，诸佛救拔，未知我妙心处何处？罗汉问之，归入定观，见功德汝妙对在恶处，受极大苦。罗汉问功德言：汝妙在生作何行业？今在恶处受极大苦。功德答言：我妙所识为何是但喜彼之俗？所识喜彼，多识其主，亦差亦主，诸情实当，记其名数，千万福倍，尊者自命，如何哀求？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劝功德言：汝可自行量清净莲花目如来，减速为形象，尊王协佛。功德文义，即下所爱，心为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切瞻礼，佛护也后，望见佛身，金色丰耀，如须弥山，宏大光明，离过国国，汝妙汝救，当成汝家，惨格饥寒，即当现说，以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汝乃现说。
提手比吸，各有共目，生死劫缘，果报自受。我是如庙，久处暗暝，自别如来，每对大地人，望汝福业，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地名，寿年十三，敬老恶道，如有何计，令我脱免？公墓文说，地庙无疑，今因彼此，离别彼主，已是五庙，合地本罪，作何行业？对吾恶道，彼主答言，以杀害毁灭而业受报。若非无好，救不我难，已是一国未合害团。国木闻言，地甲随后，机思温和。彼主答言，罪苦之事，不令千算，必千岁中，绝必难解。国木闻意，涕泪何去？离别空界，愿我之庙应发地界，必是三岁，敬无大罪，极力恶道，十方诸佛自哀悯我，听我为庙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庙应离三途，及诸下贱，乃至如林之心。应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上情，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界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界恶处，即是无贵定，如是罪报顶人。尽行佛偈，我念着奉行正觉，发誓愿意，故闻清净莲花目如来离故之愿。观目汝大慈悯，显灵为妙，发如是大愿。我观汝妙，十三岁毕，下处不易，心为凡志，少年必衰，故是不朽，同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价，孝行佛国，功德顶天，所如行菩萨，佛国定住在王，你是罗汉福道共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共无物者，即海阔菩萨事；共无物者，即地藏菩萨事。过去九万劫中，如是自悯，发幸福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良舌恶口者，诽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对恶处。若有善知识，款令一旦之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害怕三恶道报。若令至心归敬，及将你赞叹，香花异福，种种殿宝，吃喝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一千万亿劫中，尚在诸天受成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一千劫尚未得往，令业宿命因果。本愿定住在王，
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信力，功德众生，入定诸菩萨当地是经公宣六部定住在王别不言，世尊万物有如我定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然显佛为神，供应是经，故念菩提利益众生。殿主宰王菩萨，别世尊意，合掌恭敬作礼礼替。于是四方天王互相作起，合掌恭敬别佛言：世尊，地藏菩萨有九万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又多欲说敬法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定说。佛告四天王：现在现在，我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恭礼一个，说地藏菩萨有三佛世界念菩提来生死途中，慈爱救法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四天王言：唯言世尊，愿告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九万劫来一时不惊度脱众生，有备必愿，自命出世罪苦众生，福愿未来无量劫中，因缘不断，依时之故，要发当愿。如是菩萨有三宝世界，念菩提中，得千万亿方便，离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有杀生者，说摄用这名部；若有切刀者，说贫穷苦楚部；若有邪淫者，说触觉观音部；若有恶口者，说观想道情部；若有诽谤者，说无色从口部；若有嗔恚者，说天罗龙战部；若有坚定者，说所求为愿部；若有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延便部；若有颠倒诸境者，说金刚宿命部；若有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部；若有烧山林木者，说功灭出师部；若有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凡心变得天修部；若有万宝先除者，说不略分离部；若有诽谤三宝者，说盲聋喑哑部；若有侵犯万道者，说因处恶道部；若有破用相助者，说一劫轮回地狱部；若有污秽无净者，说因在七世部；若有贪欲沾毒伤心者，说轮回地上部；若有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部；若有非利非用者，说所求发作部；若有恶恶共歌者，说必死下贱部；若有良色堕乱者，说无色必色部；若有邪见者，说遍地修行部。如是定念菩提众生，
心跳意业恶习结果得千不应经错了算如是等念菩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得千方便以教化之是诸众生先修如是等佛跳对地狱动静结束不由出奇是故入定何人何国无论是诸众业未歇众生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经观想赞如来主命专大法轮婆罗门路救主亲格华道别丁摩耶夫人请问地藏经南无上主十方佛南无上主十方佛南无上主十方佛地藏菩萨本愿经愿中地狱名号品第五你是普贤菩萨摩诃萨别地藏菩萨言你者愿为天龙宿主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三宝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地藏答言念者我今成佛为神及大士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念者阎浮提东方幽山何法体为其山一水无日月光有大地界何结无间又有地界名大阿鼻何有地界名佛四界何有地界名佛慧多何有地界名佛黑子何有地界名佛吉山何有地界名佛红青何有地界名佛铁车何有地界名佛铁城何有地界名佛铁炉何有地界名佛铁衣何有地界名佛前殿何有地界名佛铁炉何有地界名佛用等何有地界名佛炮条何有地界名佛流血何有地界名佛剑舌何有地界名佛触手何有地界名佛小卡何有地界名佛淡眼何有地界名佛气丸何有地界名佛静论何有地界名佛气壶何有地界名佛道亲地藏必言忍者体位之内由如是正地界基数无限竟有教凡地界佛舍地界本流地界当世地界火丘地界火教地界黑马地界黑牛地界黑山地界黑鸟地界黑城地界黑牛地界黑鹰地界固野地界北皮地界阴鬼地界小丘地界小卡地界多奇地界黑恶地界天恶地界黑龙地界都是正地界其中各国
福音诸小弟家，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或千，其中名号各各不同。地藏菩萨故普贤菩萨言：念者，此者皆是南阎浮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念得殊密，念深故海，念众甚多，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忏悔受持，父子至亲，极乐国别，众年相逢，无欠大仇。我今善佛为力，欲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令者降天慈言。普贤答言：我已究地三恶道不，望令者说。令后世万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令者说，速令归佛。地藏别言：令者，地狱罪报依书如是，血有地狱，处罪人识，思无境界；血有地狱，处罪人心，夜车失志；血有地狱，何通成佛，诸罪人心；血有地狱，恰修当挑，思罪人破；血有地狱，思诸黑修，探及罪人，血有地狱，一向寒冰；血有地狱，无限本流；血有地狱，顿飞直离；血有地狱，刀斩黑枪；血有地狱，威动雄背；血有地狱，胆小手足；血有地狱，宽甲铁侠；血有地狱，枯竹铁甲；血有地狱，金甲铁罗。人者，如是真部，各国立中，有必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胆、是铁、是石、是血。此四种物，众业现讲，若讲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立中，竟有必千种苦楚，何况道德。我今善佛为神，及忍者问，若说如是，若讲解说，恭敬不至。如来赞叹品第六。你是世尊孤身放大光明，遍照一千万亿行菩萨顶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故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临归临定，听我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我灭道修入定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工作方便，为何是经，令一切众生正念烦恼，说是无益。会中有一菩萨名观何光，合掌恭敬离别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慧神殿，唯愿世尊为未来世佛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福禄。尼时世尊告普光菩萨及四众等：
谛听，谛听，我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供德言，威严世尊，愿道若闻，福告普供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亦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乱摩者，是人超越三十劫罪。普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亦采为形象，亦土足加产，金文等体，作处菩萨，一尖一礼者，是人必犯生有三十三天，应不对于恶道。加入天福经国，下生人间又为国王，不识大利，若有女人养女人心，尽心供养地藏菩萨为上，及土足加产等体经上，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尽采度还，积报不定供养，是善女人尽处一报如心，一千万劫竟不成有女人世界，何况福寿，除非诸愿力故，要受如心度脱众生，善思供养地藏力故，极功德力，一千万劫不受如心。福处普供，若有女人仰视天罗多食边者，但有地藏上情至心赞美，实现之间，是人千万劫中所修善心，相貌圆满，是天罗女人如不养如心，即一千万亿心中上为王女，乃及王妃，灾富大事，大中家禄，端正修身，诸相圆满，由至心故，赞美地藏菩萨，幸福如是。福处普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面对菩萨上情，足足积德，及高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更有一年、多年，如是顶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上帝必千归神，日夜为何不令恶事贴本纪念，何况亲修诸行。福处普供，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赞美地藏菩萨形象，亦往生机会，广布功德及利益事，亦落气场，亦背面灰，亦困难脚灰，亦一年灰，亦多年灰，乃至一念生机会者，如是之人，现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界受劫当罪，故是劫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贴身，又经千劫，方得人心，创受人心，兵强下贱，诸君不顾，都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对恶道，是故可讲，机会他人重用，上协处罚，何况别生恶见毁灭。何处何讲？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从政，求生求死，
了不可得，得夜晚富贵，乃至家亲，得油香多，得多夜梅，用归神油，日月岁亲，转福旺财，民中叫苦，参差不落者，处皆是业多轮对，必定轻担。亦难下修，亦不得入。男女相爱，不便世事。但当对诸佛菩萨上情，故声转读此经一遍，亦出彼人可爱之物，亦依福宝贝，终不下跌。对彼人前，故声劝言：我无家德，为是彼人。对经上前下诸定物，协供养经上，协助佛菩萨形象，协助他师，协连有见，协施相助，如是三德必然显灵闻知，加令诸色分散，至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自七日以来，但孤声别，孤声合间，四年便终之后，血用淡罪，只有我无淡罪，应得害怕。所受先处，上帝赦免，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出经，写家人书，写著述。为菩萨形象，乃至家人所为，所受果报必现大利。是故菩萨，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得恭敬者，如是必千方便，幻是顶人，困心莫提，念得未来现在千万劫。不可思议功德，佛处普供，若未来世诸众生得，十万亿昧见诸微神，乃至诸行，亦彼亦彼，亦求亦叹，亦向亦报，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无量，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恶处未得出离，无处希望获得救拔，当故宿世孤立，思作空间，远离恶道。普供如意神力，天使眷属，令对诸佛菩萨上前，至心自托出经，亦请人托，记述三遍，亦七遍。如是恶道观想，经声必是骗作，当得害怕，乃至妄为之中，应不复见。佛处普供，若未来世有诸下贱顶人，邪罗邪比，乃至诸不自由之人，各地俗业，要忏悔者。至心将你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的名，可愿万遍。如是顶人尽处无忧，千万心中上心尊贵，敬不敬三恶毒苦。佛祖普供，若未来世中念菩提来，擦离婆罗门。中者，即是一切人业，即意识种种，由心善者，一男一女，七日之中，乍有佛像，出不思议境界，敬为念菩萨名，可万万遍，是心性主，一男一女，悉有用报，遍得海涵。安乐易用，寿命渐长，就是幸福心者，专精安乐，
给予寿命，福处普广。若未来世众生有日、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定，诸罪皆集，定于天堂。燃念菩提众生，孤寂独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诸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一千罪证，令有是实在力。对佛菩萨诸贤信上情，读是经一遍，当灾难道，必有顺来，无诸灾难。当初古家若中若有，现在未来必千岁中，因离恶处，应有实在力，每转一遍。现在令处古家无诸行变，以实弘业。是故普讲，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应，不可说必千万劫大归心业。利益之事，严福众生，无处大事，有大经验。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亦一字一句者，现在寺庙安乐，未来之世，一千万生，相得端正，先尊贵家。你是普供菩萨，闻佛如来亲扬赞叹地藏菩萨意，阿贵合掌，何别佛言：世尊，我今之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势愿力，为未来众生天地利益，故闻如来威严顶受。世尊，当何名出经，使我温和流薄。佛告普供，出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誓经。现处菩萨救恩劫来，发大胆愿，利益众生，是故入定依愿流薄。普供闻已，合掌恭敬，作礼礼退。利益尊王品第七。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别佛言：世尊，我观是念佛众生，孤心动念，无非是罪，脱现善利，道退初心，若无恶言，念念净业，是根不灵，如利弥陀，忽悠淡淡，将困将淡，足步沉水，若地无地陷，退无江湖，血转孤苦，是地陷有大一个，互相互助，快念乐曲。欲达遍地，殊胜恶罗，无再定力。世尊，是恶众生，众强何干，遍至无量。是诸众生有如处实，临命终时，浮表幻俗，以为邪惑，以诸见罗，邪见幻觉，一念有定。亦转托尊敬，亦供养佛像，亦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亦辟支佛名利，一名一号，亦念众人弥观，亦闻在本色，是诸众生所作恶业，计其因果，必对恶处。言是观摄为念众人修处善因。如是众罪，悉皆消灭。
要令敬畏心术之约，七七地来恭祝众生，令殊事诸众生应离恶处，必生人天修行妙乐。现在灌输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临回临殿，看如念菩提众生临终之日，心不杀害，亦作恶言，拜祭鬼神，救助亡灵。何以故？你所杀害乃至拜祭，无千古之力，利益亡灵，但结尊严，专精清淡。假使来世亦现在生，结业成婚，成人天中，原是临终必自灌输自是恶因，亦令是临终人用锐对变完成现处。何况临终人在生必经有孝行观，不顾不业自修恶处，何令灌输敬畏正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转牛上力，所负大物，强敌百军，富不人人，尽付消物，以时之国，转福困用。世尊，莫怪阎浮众生，但念有诸佛教中，难自现殊。一摩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世界自得。说是故时，会中有一中者，灵魂大变，是中者究竟无生，化道是空。现中者心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师，是南阎浮提众生临终之后，消灾灌输，为修功德，乃至实在。”做众善因，是临终人的大利益，及害脱俗。地藏答言：众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业，略说是书。众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的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切别害怕。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做重罪，临终之后灌输孝戒，为做福利，一切善事七分之中利乃合一，若有功德心者助力，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依业，无想大贵，不及利道，人民有心，必得最好。七七年来如此如龙，现在诸师辩论业果，先定之后故业受生，未切之间千万受苦，何况对付诸恶处定，是临终人利益受生，在七七日来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灌输，有自恶业救拔，故是立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害法力。若是我无感觉，对大地界千劫万劫应是祝福。福处中者，如是罪业众生临终之后，灌输不略，为修应灾，诸作业道，未灾时劫及应灾之处，离暗彩叶不提无地，乃至诸实离现不精，不得现实，
如有归失亦不艰困，是临终人了不得了。如艰困何艰奉献不艰，是临终人七分献一，是故中者严福众生，有人为其父庙乃至灌输临终之后，实在供养至心困困如是之人，尊王协力，率是故事脱离天疆，有千万亿哪有他严福威神，设法无量菩提之心，大便中者足力而退。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你是地位善来，有无量辉煌，有阎罗天子，故计脱离来到佛所。所谓恶毒辉煌、道恶辉煌、大正辉煌、地火辉煌、血火辉煌、赤火辉煌、善良辉煌、慧心辉煌、电光辉煌、龙牙辉煌、千眼辉煌、淡秀辉煌、护色辉煌、诸佛辉煌、诸佛辉煌、诸色辉煌、诸宅辉煌、诸雀辉煌、诸禽辉煌、诸兽辉煌、诸梅辉煌、诸善辉煌、诸面辉煌、诸积辉煌、诸相辉煌、三目辉煌、四目辉煌、五目辉煌、吉利色王、大吉利色王、吉利色王、大吉利色王、阿那达王、大阿那达王、如是等大辉煌，不过有一千诸小辉煌，尽故阎浮提各有所执，各有所住。其中辉煌有阎罗天主、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埵，故业脱离，在一面立。你是阎罗天主乌龟合掌的佛言：世尊，我今今者有诸辉煌，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埵，方得业处脱离大过。这是我等的善意故，我今有小意思，感恩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不过阎罗天主，诸汝所闻，我为汝说。此时阎罗天主将礼世尊及慧师地藏菩萨，离别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一千方便离度罪苦众生，不时以披挂，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术，连诸众生发现罪恶，未救之间又对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救如是不可思议心力，云何众生离不依止善道，因此害怕？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主：南阎浮提众生依性刚强，难调难伏，是大菩萨有必千劫，滔滔救拔如是众生，扎令害怕，是罪不忍乃至对待恶处。菩萨以方便力发出根本人言，以天恶宿舍之书，就是阎浮众生结恶失当，选出选入，如是菩萨究竟一所离作多法。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颠倒，其险道中多诸野车及虎狼鼠子，顽蛇伏业，如是迷人
在享受中，事无之间执着自度，由于知识多解大出，善根是毒，乃至夜车诸恶国地，不妨每年欲尽香道，离物之言。出在男子为何思故而入此路？有何而出并济诸毒？是弥罗人不闻是故，方知香道。即便退步救出此路，是善知识提起接手，引出香道，免诸恶毒，只有好道令得安乐。你悟之言，突在迷人，自今以后勿理是道。此路的者，自然得出，复顺性命。是弥罗人一生当中，临别之时，知识犹然。若见亲知及诸罗人，若男若女，言无此路，多诸毒惑，丧失性命，无宁是将自处之死。是故地藏菩萨故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修天人中，令修妙觉，是诸罪障知业道苦，脱得出离，应不再业。如弥罗人我入香道，无善知识因接念出，应不弘历。弘见他人，何况目的？自言因是别国，极害脱见，竟不弘历。若再理解，又相别国，不敢究竟所落向道，极地失明，如对恶处。地藏菩萨方便一国，苏灵海法先临天中，旋又再入，若一结当永处地界，无害他时。你是恶毒鬼王，合掌恭敬亦复言：世尊，我等诸鬼王积所无量，在阎浮提亦利益人，亦损害人，各各不同，连是业报。此我幻消幽行世界，多恶消仙，故人家庭亦先一自乐，中环当下，亦有男子女人修魔法仙术，乃至现一番一界，笑香笑花，供养不相，及菩萨相，亦转学尊经，修行供养一句一句，我见鬼王敬礼是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弃诸消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便令为何不能恶事行事，恶变现变，乃至不如意事，均有处下应处，何况入门？佛在鬼王，现在现在，不定及物阎罗，连如是拥护善男入定，我亦各还王地色，连为何路？说是故时，会中有一鬼王，名唤朱明，别不言，世尊，我本入言，诸阎浮林边。生时世时我该主持，在我本愿心若意业，诸是众生不会我意，必令生死故不得安。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初生之时，不闻男女，亦若生时但作善事，今日下天，自令土地无量欢喜，用何祖庙一大安乐，二业观想，即以生下是物杀害，出自先义终极三庙，即公主观想，阴静持欲，孤家献观，
人人祖庙不得安乐，何以故？是善男时有无所不贵的当量敬畏，若是先别是我扎令下地土地名题何何祖庙苏令安乐理之理业，如是之人敬安乐故，便合适合得住土地，还为杀害祖籍冠宿，以是之故还永祖修祖庙古顺，由杨菩提临命中人不闻善恶，我若然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祖修善根正我的故，是杨菩提行善之人临命中时，亦要一千恶道归神，亦变作古庙乃至祖冠宿，因接亡灵令落恶道。何况本作恶者，世尊如是杨菩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心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竟无见闻，是诸冠宿当书写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言令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大乘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贵人，度我无间杀害之罪，消消恶业，合为恶处者，心即害法。复国诸灭归王，汝大祖国，令发如是大愿，吾生死中何住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时愿，终令害法，应得安乐。归王便不言，愿不忧汝。我必自行念念永护念佛众生，生时世时故得安乐。但愿诸众生有生死时，信受我故，无不害怕，亦大利益。你是佛国地藏菩萨，是大归王主令者，以净经一千声作大归王。有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师慈悲愿故，现大悲心，是非贵也。足有贵170劫，当得善佛，何惑无上如来，皆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归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也不可限量。千佛名号品第九。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别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第一事，有生死中的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复告地藏菩萨：如今若现慈悲救援一切罪苦六道众生，言不思议事，今正是时，唯当速说我即涅槃，速入扎比世观，我也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别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和无边心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将心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作为形象供养赞叹，彼人亦获无量无边。
由过去行好三劫，有佛出世，何不信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旦之境，发心皈依，是人有无上道，永不退转。由过去有佛出世，何佛头莫信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亦有逆君，是人当地千万生物六六天中，何况自心清凉，由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由佛出世和师诸好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是人即有无量诸佛摩顶受记，由过去由佛出世和苦流顺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赞美，亦复赞叹，是人有现劫千佛会中为大愿王，即受受记。又有过去有佛出世和彼佛时，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对恶道，上升人天，受现妙乐。由过去无量无数行好三劫，由佛出世和报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对恶道，常在天上受现妙乐。由过去由佛出世和报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现恭敬心，是人不久得阿罗汉果。由过去无量阿僧祇劫，由佛出世和迦叶当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由过去由佛出世和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是人得无行好三佛，恭维说法，必显菩提。由过去有净化佛、三王佛、地性佛、净明王佛、地性就佛、无上佛、妙性佛、圆觉佛、月明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道名，是众生等生时世时诸得大利，将不对恶道。若有人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故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我无间罪，有业报应悉得消灭，是我无间罪随之极淡，动静一劫了不得出，现出临命终时，他人为其清凉不明，有时罪中亦将消灭，何况众生自清自念，亦复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赞：普贤启问，地藏洪开，三宝六道绝尘埃，普供闻如来，受记实在，接引上莲台。南无上主十方佛，南无上主十方佛，南无上主十方佛。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尼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将座立起，何归合掌别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心受福，有十心受福，
有必先前身受大福利者，世事温和，唯愿世尊为我说之。你是佛国地藏菩萨，我今有道理天将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提醒我为汝说。地藏亦复言：我以是书观老若闻，复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在富大神、大中者、大七利、大婆罗门等，若有最下贫穷，乃至良善淫恶、龙痴无目，如是种种不顽固者，是大国王等若布施时，若能有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结束人世，软言慰汝，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必行菩萨福功德之力。何以故？原是国王等有是最贫贱辈，亦不顽固者，不大慈心。是故福利犹如此薄，必前生中上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福处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如佛塔寺、亦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诸应办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色身，受胜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佛界，是大国王等故十劫中上为大梵天王。福处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如先佛塔庙亦至经上，毁坏破落，乃能不心受报，是国王等亦诸因般亦肯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是国王等百千心中尚未转轮王心。如是他人当布施者，百千心中尚未小国王心，见能有他流情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行佛道，彼此果报无量无边。福处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亦生善福禄，若一念间故大慈心，布施已有饮食无故，殊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滴劫中尚未见机天主，二滴劫中尚未六欲天主，必见成佛，应不得恶道，乃至一切善中你不闻可声。福处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连作如是布施，极福无量，敬明回向，不闻道笑，必见成佛，何况释凡转轮之佛。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福处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佛法中正消善根、摩拔沙尘颠覆，殊胜福利不可为汝。福处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尚在人天受胜妙乐。若能回向法界，虽然福利不可为汝。福处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大乘经典，亦听闻一句一句发
运重心，赞叹重点，布施重欲，是人亦大高步，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积福不可为虑。福处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无佛下士，大乘经典，心者布施重欲，将力赞叹，恭敬合掌。若无过者，亦毁坏者，修报应力，亦度不心，亦劝多人，动用发心，如是顶辈三十善中，相为诸小国王，但不自然，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福住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佛法中所证善根，亦布施供养，亦修报他施，亦增利经典，乃至一摩、一顶、一沙、一地，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是人功德必前善中受上妙乐。如但回向自家观想，亦自心利益，如是之果，即三心受乐，下一得万不。是故地藏布施因缘，依事如是。地神何法品第十一。你是见了地神别不言，世尊，我将释来。将是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有诸菩萨世愿亲中。世尊，是地藏菩萨有严菩提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亦化一千身形道无六道，机关尚有必经，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的现在众生，有所住处，有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焦叠木，自己堪摄，其中连宿位乃至金文当体做地藏经上，烧香供养，赞礼赞叹，是人故处积得十种利益，何等为实？一者土地弘扬，二者家庭永安，三者仙王升天，四者现尊一寿，五者所求随意，六者无随气灾，七者虚妄辟毒，八者杜绝恶梦，九者出入神火，十者多无圣因。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有所住处方便，作如是供养，即如是利益。何别复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所住处，有处经典，及菩萨像，是人今年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想立业以本心力，为何是人乃至水火盗贼、大行小行，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复故见了地神，汝大心力，诸神消极，可以讲阴苦土地，释放如何乃至初木刷焦丢马的位，国力宝贝将地而有，皆因努力。就像清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书，汝之功德极以神通，一千倍物上分地神。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是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书修行者，
为本事业利用何事，不用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皆闻有你，何况灵修？非但汝独何事灵觉，亦有释凡观相、诸天观相，用何事灵？何故的如是圣言用何？该有将你地藏形象及转托是本愿经过，自然必定出离苦海，正灭烦恼，以是之故，得大用何？见闻第一品第十二。你是世尊将顶门上放一千万亿大和尚功，所以的和尚功、大别和尚功、随和尚功、大随和尚功、欲和尚功、大欲和尚功、知和尚功、大知和尚功、清和尚功、大清和尚功、辟和尚功、大辟和尚功、弘和尚功、大弘和尚功、烈和尚功、大烈和尚功、金和尚功、大金和尚功、庆云和尚功、大庆云和尚功、乾轮和功、大乾轮和功、波轮和功、大波轮和功、日轮和功、大日轮和功、月轮和功、大月轮和功、强健和功、大强健和功、海魂和功、大海魂和功，有顶门上放如是顶和尚功，一出微妙音，各诸大众，天龙八部，灵飞灵定。天我今日有道理天将，青龙赞叹地藏菩萨，有临天将利益经书，不思议书，超胜因书，正实地书，必定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书，说是故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莲观世音，将坐立体，乌龟合掌别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故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有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心，所有功德亦不输于微尘之力。我闻世尊有十方无量诸佛，以口动音赞叹地藏菩萨文，尽诸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念尽。向者又望世尊普救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经书，唯愿世尊为现在以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书，令天龙八部将你协护。复告观世音菩萨，若有三途世界有大因缘，欲天欲龙，欲男欲女，欲神欲鬼，乃至欲到罪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形者，乱摩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有无上道，必不退转，上升明天，故修妙乐。因果众生无不受记，如今故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天魔算算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书，汝当谛听。我今说之，观世音言：为言世尊，愿教欲闻。复告观世音菩萨：彼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之，有我随上天，亦有对有恶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见上时，亦见地藏菩萨形象，亦闻地藏菩萨的名，一沾一礼，是诸天人转进天福，受大快乐，亦不对三恶道不。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
衣服饮食不被淫乱，布施供养所得功德福利无量无边。佛处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若到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涅槃尊者，是诸众生应不念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下体财物不被依附，所谓地藏影像。耶稣病人未终之时，但你见闻，知道灌输将下地乌鬼殿为其自身所谓地藏菩萨形象，是人若是业故，合受重病者，行事功德行结堕入，寿命增益。是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合对恶处者，先书功德命中之后，即先临天修仙妙乐，一切罪障即该消灭。佛处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女婆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妄食无量，乃至妄食兄弟姊妹，是人年纪长大，事业富有，及处观想，不知落在何处，生何世界，生何天中。是人若念所谓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将一类，一日至七日，木退初心，文明践行，将力强弱，是人观想加因业果。对恶处者，地动劫数，善事男女兄弟姊妹，所谓地藏形象，将你功德。将这功德行结海法，先立天用，修仙妙乐。是人观想，无有不必以先明天，修仙妙乐者，即先修功德，专精圣因，修无量乐。是人不念三七中，一心将这地藏形象，念于名利，万万年，当得菩萨厌恶名心。无垢是人，灌输心界，有梦中菩萨遍拜是人，亲领是人，有诸世界见诸灌输，定然为你念菩萨名千遍，只有千遍是人当念菩萨天所在土地为神，将心为佛，现世一切方便。无助疾苦，乃至经书不念一文，何况一心，是一念的菩萨，我定成佛。佛祖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发广大之心，救度一切众生者，若修无上菩提者，若出离三界者，是诸人定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及以香花如何不会因失用用奖励，是善男目的所愿所行应无障碍。佛处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若求现在以来一千万劫中愿，一千万劫经书，但当皈依赞美，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复愿地藏菩萨故大慈悲，供养我们，是人如水梦中，即得菩萨摩顶成就。
好主观世音菩萨，若依来世善男子、善女人，有大善经典，亲身印证，绝不虚心，若哭若笑，众人生教师连续，选敌选亡，动天连环，不能不相。是善男子等用修业障，以德消福，共大善经典。相信，不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故以本心恭敬敬拜，敬以莲花以合本心，一切观故，供养菩萨，以净水一转，敬第一一家安菩萨前，念着合掌千佛，回向玉门，念入口时。自心应用，福至具备，是我心修养，邪淫妄语，业自杀害，一七日业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为世人中，遇见地藏菩萨，现无边心，有时离处受灌顶水，一人妄觉，积极聪明，定时应变，一念离观。因地见不过是一句一句，何处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有假乖乖，极度贫瘠，极度弱衰，家庭不安，惯常混杂，各处因素都来磨心，世人之间都有颠簸，无是人也。闻地藏名，见地藏形，至心融结，莲花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积极安乐，衣食丰盈，乃至四门中，世界安乐。佛祖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因自修，一因共修，一因自修，一因救世。立山林中，过渡河海，乃至大水，历经险道，是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发愿，所回土地，归心为好，行诸自我，因无安乐，乃至奉无火龙神主，一切毒害不能顺治。不过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有言有德，有大因缘。若说有诸众生见闻利益因素，必千劫中说不能知。是故观世音如以心力流布是经，令三途世界众生必千万劫因此安乐。于是世尊理说自观，我观地藏为心力。因何三劫率安静见闻讲业一念干利益人间无量事若男若女若良心不精应当对恶道自心为一大慈心受命专精不罪足孝心无量恩爱者彼地恩心在何处兄弟姊妹的一祖亲成就以来大不幸一说一为大事心，依然讲理不讲孝。三七日中两地名，菩萨当天不见力，是以灌输修行界，相对各处显出利益。又因地是初心，即个无病是心病，若是互相无解者，乃至出离三界苦，是依法大悲心。见动将内来实相，一切诸观实心照，因无业障应假智，由人不生两应见，欲度分别巧依然。虽然是观不属于传不传亡的慧心，所以有业障亦何？无大信心不能离，用用地藏以玉化，以何因识诸观故？以尽最安大事情，一日也求福气，不论用心是我心，
受了邪淫与妄语，三七年来佛杀害，至心思念大师名，即如梦中见无边，觉来遍得离云雾，更是见到灵魂，千万仙境也不忘。只是大事不思议，连处事人也出会，贫穷众生一切变，家劫用水灌上去。虽望之中是不安，有家怪鬼无情水，至今将你的地动上，一切莫输该消灭，只有梦中尽一安，一息风摇是鬼火，若于山林的毒害，毒恶天神的恶灵，恶神恶鬼的恶风，一切自然如苦恼。但奉将你的供养，地藏菩萨大慈祥，不是山林大海中，定是诸恶该消灭。观音至心听我说，地藏无尽不思议，一千万劫双修，公孙大师如是力。地藏名利引用文，乃至见相将你者，用花衣服饮食方，用用六千寿命咯。若用医术未发解，必见成佛超世俗。是故观音入洞之，普故天沙诸佛土。足对人间品第十三。你是世尊古今十会，由无地藏菩萨摩诃萨应，离足是缘。地藏，汝自心力不可思议，汝自慈悲不可思议，汝自智慧不可思议，汝自辩才不可思议。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自不思如是。千万亿劫不明得智，地藏，以我今日在对天中，有一千万亿不可算。不可算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诸众生定，离出三界在一中者，护足无碌，无论是诸众生对恶处中，一日一夜故放经乐，无不干的阿弥陀佛，动因千万不劫，无有出离。地藏是南阳菩提众生智性无边，是恶者多，众法善修，殊无极罪。若有恶言，量量尽了，依时之故，我本是行，必千亿化多，随以本性多不止。地藏，我今困困于天民中，苦作无路。未来之世，若有天人与善男子、善女人，无不发用，尽孝贤君，一模一点，一杀一点，如以道德用何之人，将修无相，不应退失。佛处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虽一不灭，落在佛处，应对处中，亦是文修。是诸众生若有两念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偈，大乘境界。是诸众生若以持念方便救法，有是念所现无边心，为最大愿，天明成天，修行妙乐。以是世尊离说一观，现在以来天明中。我见昏昏故着路，依大心方方便多，不应对在诸恶处。你是地藏菩萨摩诃萨阿鼻合掌别不言，世尊归观世尊不以为路，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故无法中一念用尽，我言一切方便多发是名，故善书中速极害法，何况文殊善书量量修行，自然有无上多，应不退转。说时不时，回
明于空中，别无言。世尊，我自知如意，闻汝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彼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的地藏名利，亦将内经上的归众福利，为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决定，若说之，不过虚空中菩萨，地天地经，我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经上及闻此经，乃至读诵，用化音识，依福殿宝，布施供养，赞叹赞美，及二十八种业。一者天良无量，二者善果增，三者即善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依识方丈，六者节业不廉，七者利罪业灾，八者无道长业，九者临业天境，十者心贵作持，十一者怒沾人心，十二者为王神怒，十三者关节上好，十四者道心天上，十五者极为帝王，十六者速地名通，十七者有求难偿，十八者万象欢乐，十九者诸行相悦，二十者业道应度，二十一者气处自通，二十二者夜晚安乐，二十三者仙王离苦，二十四者速度实现，二十五者诸善赞叹，二十六者聪明明君，二十七者了除民心，二十八者必定幸福。复述虚空中菩萨，若现在而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念地藏名，亦闻地藏不愿是名，赞叹赞美第七种名业。一者速巧性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精进不劣，六者修行大通，七者必定成佛。你是十方一切如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千龙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彼净土，时时如来天。无量莲花，千亿祖英，永永释迦牟尼佛，亦地藏菩萨意，一切诸佛故何降灭，合掌礼佛。地藏菩萨供养因缘下，赞。地藏如是教量因缘，量尽因下是真心，今世方大圣。福利无穷，不定不连仙。那么上主是空间，那么上主是空间，那么上主是空间。
地藏本誓教量静音量禅音阿是见心今世方大圣福利无穷不定不连生南无上主十方经南无上主十方经南无上主十方经地藏赞地藏菩萨妙难论化现金融处处分三途六道文妙法四心十类莫自温明珠照贴天东路金色金开地甲文雷甲清音莫接应九年大宽列祖尊南无九华山九命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回向记愿以此功德庄严不净土上布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步心同生极乐国佛祖普讲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有处从政求生求死了不可得，亦夜晚恶鬼，乃至家亲，亦有险道，亦多夜昧，用鬼神游，日月岁清，转伏妄禅，民中叫苦，参差不落者，此皆是业道轮回，必定轻重，亦难下修，亦不得如。男女相爱不便世事但当对诸佛菩萨上情高声转读此经一遍